欢啊，好那伫彼东往开店内庙啊庙，相公坐哟。
觉得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啊。我就是把我所有的音乐的基础呢，用在学习其他的乐器，我觉得那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帮助。音乐应该是不分界限的，甚至不应该分国界的啊。它，有时候我们古典音乐、现代音乐，或者是西洋音乐，还是所谓的国乐，我觉得我们学音乐的人有机会去接触到各种音乐，应该都要广泛的去涉猎啊，这样对音乐上的学习也会增加它的深度与广度。而且我认为哈，无论是西洋乐器还是所谓的国乐器，它都是一个很多元民族共同拥有的语言。假如有机会的话，多元的学习，多元的亲近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人生上可以给我一个多彩多姿的增色的机会。Thank you.
Thank you.